手工活拿到家里来做了哈，就是便宜啊，三道工序，第一道、第二道，然后那个是第三道是吧？这个球球是吧？是吗？然后穿好之后，然后还装好一只，还装袋子，装到袋子里才能家里才算一个成品，才两毛五分九是吧？两毛九毛九。九分九毛九分五，两毛九分五，也就是不到三毛钱。三道工序不到三毛钱。这做一道这样的工序要花半个小时要不要？要不要半个小时做一个？关锅吧。啊。那差不多十块，再关锅小时，再干猪菜。吃猪食才用，才花半个小时，我吃人吃的。十分钟要不要？哎，不会不会十分钟要不要？反正一天挣到几块钱，我。一天工序太多了，就是吧？一天挣两块三块的早餐钱。那现在我就光做第一道工序，我妈做第二道，然后第二道做完了就一起弄三道。来，我要做第三道。来来来，赶紧赶紧。来，我扔了你的。你好，你把我下来。来，找我来吗？我给你做第三道，怎么弄？阿妈，嗯，我帮你做第三道。滋滋滋啊！怎么做？我给你滋。滋。滋滋这个不快来。滋。简单不？来个来，把老婆接地接住。哎呦，你怎么糊涂嘛？哎，你老板挣这个钱啊？王糊涂吧？对啊，王的妈，什么？王的妈不是妈？王的妈不是妈？你还挣这个钱呢？我感觉这个最没必要走，这个一天挣了几块钱，确实没必要。哎哎，画整齐，哎，它方向不一样。你挖够不？你挖够不？老板，你告诉。你方向不一样哎。哎呀，我家你忙看不到，看到就。不不不不。不能玩，我们还挣钱。哎，不玩了。老大，老大，这就没用了吧，这个啊，对啊，这就放旁边，还挺够温热吧，用的。这个我干不来，也费点耐心的，这个。都不能挨着。我都没有这耐心，我的耐心毕竟是以前那个工那个富士康啊那个毕业的，刘子健优秀的作业员。那好了，干，走，继续的，干不动。去吧去吧，你这撕一个，我还要剪半天。好不爽。我让你干，这个一伤神伤腰，飞了眼睛。第一道工序哈，把它粘起来。嗯，这就是第一道工序，就完成了。只要这边要粘紧就可以。然后这个就是第二道工序，把这个小蝴蝶结粘上去。这就是最后一道，最后一道是五个为一组，然后穿个这个球球进去，然后这线一绑，装盒子一装就成功了，两毛九分五就到手了。你这边还是是有方向的吗？对啊，有方向的。让你给我边过来炒，要朝哪边？朝左边，朝这样。这样子的，嗯，这样子站对了。嗯。那个球跟线是一起的是吧？那前面线还穿的，我自己穿的。不是这个，我是说这个球，哎、球球的线跟哎一根线，这个是一根线是吧？哎。哦，你三道工序哈。多，我们做了没事做。抢啊！嗯，压力好多。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，你不是玩手机就是睡觉，是吧？是。看来，那我比都比你管用，你看人家工作多好。这有品引来有睡闲养你们啊，俺学事不白知啊。看来。哦，这样抠的。开玩笑，我们几张一起抠啊。你多少一张走了，都往外捡。快点，快！这些什么都是做的。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然后八十五。看看你一天到晚调皮的。好奶奶，好奶奶。这个多懂事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我们俩能做多少钱？就到这个尾盖的，朝这边朝的，就对到这个下面是吧？跟对下这个，这个你可以分饼的。对的，就对到这个，对着这个给一下。嗯。哦，昨天拿回来了，昨天拿回来100多张是吧？昨天晚上做了一点。今天做完了，现在做下一个。要把歪一小时，哪能知道的？这个就可以了。下一个。
这个皮带，哎，这个你可以是吧？啊，对，就这个围带，穿的就这个围带。嗯，啊，嗯，刚刚有一点点。就这样哈。嗯。就这样的哈。嗯。别错哈。嗯。这样，这样第四个中间啊。嗯。哦。今天做的这个，现在把这个蝴蝶结扎完了，等一下就要穿那个球球了。看一下这一堆有多少钱，这是今天我们俩做的。现在开始穿了哈，这么多球球，一个颜色穿两个是吧？一个颜色一个，四个颜色四个。哦，哎呀，我看一下怎么穿的。这还要顺序的呀？啊，不是乱穿的呀？不是，这个第一个。耶。这个第一个，这个球的第二个，这个黑的第三个，这个怎么叫绿的？绿的啊。第四个。哦。四个一千。啊，耶，这搞的。这个要四个来的。啊，麻烦，真的是挣的钱。这瞬间搞得我家这么大的桌子都不够用。哦，先穿这个。还有一个。哦。还有一个白套。就穿球了。穿球了。这软绵绵的，这好穿的。你不好穿，穿不进。我问你，就这不好提。那个爆戳哈。嗯。啊，这就是一组是吧？一组。然后现在，又开始穿这个伞爸爸是？对，穿这个。啊，然后就又开始了，先。嗯。就这循环，穿几组？五组。这个是数字，四个四球，四球，这个是。穿五个。这个我了解就是这个。啊。这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没完没了。这就穿球球，这是穿错了，穿颜色再不这个四个，这个五个多，这个四个是吧？对啊，这个五个多，把这个晚点。不应该。这种直接搞完，你就晚上再啊。二个。啊，对啊。这也缠住。嗯。哎呀，2.9跟我到手了。哎，这个东西太难弄了。做好这一个成品哈，要穿。21下，你看，这个一组是四个球，穿四下，四组16下，然后还穿5个这个像坝一样，我这东西，穿21下，才能弄到2毛多。到现在为止，我才做了40个，然后我妈就在搞这个，我妈就在贴这个蝴蝶结，然后我就在这穿，这2毛多，这钱难挣啊。从中午就12点多开始，先粘完之后就贴这个，贴完之后，然后就穿这个球球穿线，做到现在40个才赚人家的10来块钱，我的妈哟！师傅，明天再来。